个服务态度啊，这个还有有问题的。是啊，服务态度，嗯，有的时候你要遇见这种服务态度的人呢，你感觉更可怕。哦，怎么？他有这么一种啊，嗯，法官式的营业员，法官式的，往那一站呢，还是脸上他一点笑容都没有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大概会表示他严肃吧。营业员干嘛要那么严肃啊？哎，就那样。嗯，你还没跟他说话呢，你要跟他说几句话，就能把你气了。有这么一种人。咱是来买东西的了，干嘛跟他怄气呀、啊？你不怄气不行，他气人呢。我不信。有，您哪这是啊？你不信，你就是那个顾客啊，我就作为那个营业员、哦，你跟我说几句话，准把你气了。是吗？嗯，有。那好，咱们就试试吧。行。嗯。你就是这个营业员，对，我就是这顾客，嗯。米来变胡萝卜来哟，高大十字脸，哎，不色的脸，色了光花脸。土豆一毛钱二斤，里边的面老窝瓜。哎，同志，干什么？你听这头一句就不像话。嗯，你看这劲儿，干什么？没叫人上合作社干什么？就是买东西。人要看病能上合作社吗？是啊，这合作社也没签门诊部啊。是啊，你往下听。嗯，还可气。哦，干什么？嗯，我买香蕉，好不好？那你跟谁商量？自个儿拿主意。不是商量啊，我问问是好不好。这儿不卖坏的，全是好的。我怕他不熟。熟？嗯，熟的到这儿就烂了。吃熟的上广东，你买不买？不买别下蛋，过好给别人拿。买呀。还是要多少？你给我来二斤。好。哎，嗯，挑点大的。你要大点。嗯，剩小的卖谁？你这人自私自利。谁自私自利啊？那小的我怕他不甜。没有不甜的，香蕉都是甜的，没咸的。这是香蕉，懂吗？这不是酱萝卜。哦，这是够气人的。哈密瓜怎么卖呀？哈密瓜八毛一个呀，来给你啊。一斤，一斤。哎，怎么那么贵呀？贵，空运，知道吗？空运懂不懂？比你还强呢，坐过飞机。哎呦，您给我来这一斤，行，我也尝一两个坐飞机的哈密瓜。行了，一共多少钱？一毛六，三毛二，一块一毛二。啊，给您五块钱找吧。没，拿零的，没钱找。我没有零票啊。没零的？嗯，在这儿等着，卖够了找你。哎，那不行，我还等着上班呢。要上班了啊？等不了了，等不了，全买了啊！我买五块钱的香蕉，我怎么吃啊？那你问谁呀、啊？那是你自个儿的问题呀、啊！谁让你买东西不带零票？哎，同志，你态度好一点。你看你这脸上什么样子？你不是买东西吗？你瞧我脸什么样？干嘛呀？哦，你是来给我做媒的。哦，不满意是怎么着？提意见呢？那有意见簿啊，往上写呀、啊。我还要给你提意见呢。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你是哪个单位？你什么成分吧？这像话吗？这是这好的跟坏的，您说这一比起来差多少？是吗？相差太远啊。